老师已经有转过，是不是？我们要打开它，因为我们是会要运用的嘛，所以慢慢的，你看这个纸它会吸水，所以它有这种，有这种这样感觉，这种变化。这是先画三，是不是？对，画三。好，比较写意的。比较写意，嘿，比较写意。 这纸张这边纸张，一般的话写意的话了，就比较规定，我们就融合了。接下来跟素就在一样哦，用写意的我们就不是说那么规矩了。这个笔只是把它打开了。三角点。 是，树都是用三角点的方式，也不一定，都可以，其他也都可以，对对对，都可以，戒指也可以。有的甚至那个形态上它是一重嘛，所以它不一定要这么样的把这个所谓的笔法都。 老师为什么要画是淡？这样看过去，它是你画哦，是那个云遮住吗？一方面圆，一方面就是有朦胧跟那个云，就是雾有点雾。
对，还是山，还是山，云层中的云山，还是远山。嗯，云山，就云前中的云。这老师，你们初学者怎么画这样子？如果那个，可以用那个，我们上礼拜不是画镜身吗？你要用乘法这样子给它先去画。没关系，这个是。 是说慢慢的，你会觉得说，画起写写意来哈，也是，变化蛮多的，你会觉得蛮花费的空间还蛮大的哈。但是这个过程，那个基础的那个乘法就一定要把它练得会，你才能够随意的去变化它嘛。这个比较属于什么处？ 比较写意，写意的话，它皴法都会比较错综复杦啦。像我们这个有马牙啦，有虎皮啦，就通通给它结合在一起的。而且一般来讲，因为要画云海的话，它如果我们比较写意的，它那个山大部分就是看起来它的，因为有朦胧中，它皴不一定要那么。 仔细说哦，一笔一笔把它勾勒那么清楚，所以我们可以，这个比较用写意的方式。 这是在画云吗？还是山？山中有云。<笑><笑>
像雪豹的婴孩。是阴中有山，对，那算是就是演的山头上有雪，雪，雪不会下吗？下下雪啊，无法想象。雪是白色的地方是？山头。你要先南高就可以。寒假有回马来西亚吗？哦，真好。马来西亚的山会下雪？不会哈。它就是热。一年四季都像泰国一样。哇，那来这里会不会觉得特别冷？不习惯。已经很痛苦。这个是在做云吗？还是山？山。应该是说。对，是野山的部分。现在在烘托这个风景。对。那时候烘托是用野山来烘托吗？应该是说用当城市你在画的时候有远近嘛哈，然后再来就是用这个渲染，渲染就是可以有前后的层次。那这比较黑的是要表达天空吗？这个现在是在渲染，渲染应该是说一个远近的一个表达，然后待会渲染起来。山的距离就会显得远，有层次感，有美化的效果。所以心里面我们画的时候想的是要把它想成山还是想成它是应天空应该还是背景山与山之间一个空间对两层空间但是那个你说是应该它属于高山中的比较黑云的空间也不是它应该不是叫做黑云它是说处理远近的一种烘托的方式，我们就用渲染的方式来把它那个。可能类似那个女生要化妆，画个黑眼圈就。画鼻影。对，眼影啊，眼影就眼睛看起来大一点，可能类似那个意思。
那鼻子尖一点的话，就左眼鼻翼。肯定是那个意思。所以心里面不一定要想什么。你说想。就画的时候要想，是要不用想说就要涂那些，就是要想是山还是想成鼻翼。哦，要啊，要啊，要啊，嘿。像老师刚刚换过来这样子，就是圆的，对对对对，但是它也可以表达那个山的一个凹，凹面。山的凹面，写意的话，等一下我再示范给你们看。我就想说小奶奶担心他的长板。我上次画到那个忘我的时候，把我的杯子当成当成要鼻鼻息。有啊，以前那个大爱法师。看资料，然后边写，他用毛笔写，写稿子，边写边写。然后他的那个侍者啊，就是有那个捡粽子，给他捡粽子，然后再给他糖，要蘸捡粽子，然后他就拿那捡粽子。要沾糖沾墨，就是沾墨那个吃，但他也没有觉得说，他真的吃下去了，他等到吃完了，他们下来收了，他说怎么整个嘴巴都，太专心了。这算是平的。哎，对，这个下面。像这边是要把它看成是三重山吗？哎，没有。这个是山头，然后有中间有云，有云层。它云层是白色的，白色的，所以云层是在这里，它这里是山。这是有点，算是去烘托那个云层，但是你可以看到一点点，就是说它是有一点痕迹是。山，因为它山是一座嘛，所以这个白的是云。云，对，三重云。哎，三重。这是做云，所以你接到这样子，对，用应该是笔尖就这样，笔尖朝下哈，转，让它比较活一点。
那台哦，那可以听哦。对啊，那我听一下。我就这么大一台去前面。对。但是可以直接秀给你说的，这下就那是四序的，四序的，嗯。对，另外一个是。对，像我们手也是有瞬间到啊。
还蛮像的，来看，校长画的。哇，好神奇，好像对啊，比拿毛笔还快。哈哈哈哈哈！太白了，没有错，没有错。嗯。真的很像山水画的。他从此以后就不拿毛笔。专攻电脑。哎，也可以画出一个那个嘞，用电脑啊画出一个画。嗯。还有用沙子，还有用什么？灯的，还有用什么？那个是画沙，用沙子。就是沙画，沙画。那个雪在哪里？这里啊，雪山头。越来越像，刚刚都看不到，有白了，现在比较看得出来。所以在画室就要预先想，要沟通内心白在哪里。像我们这画到像什么，就才给它变什么。画不成形没关系，反正画画山就对了。其实那个三角点，对啊，你可以画一个。
多都是平点呢。对，很多仰头可以的。远山树一般仰头不太适合，因为它远的啦。对啊，戒指点可以，戒指点、三角点、指点、平点，这都可以啊。比较深的那种。比较就是说它的那个松的感觉嘛，对不对？你姿态的变化那也是可以啊。那表示很一些松紧。然后练习好。我会相信，这是一定可以出。寒假我就对。长裤三角点。不会吧？你去你的地方来看看。问题要挂笔。笔是没办法。是吗？没办法给。拿来。哪里的？老师叫你拿来。拿来，帮忙看一看。他就没有老师开到这么。最主要是我不会开啦，不然老师都。开了之后，看老师都很用力，都舍不得这样给他用力。我用力是没有用。就没水。啊，压扁吗？拉骨要拉开。他就这样，他一有水，就起来合在一起了，是这样子吗？在默里面，很开，又合起来。我看这是我的啊，是吗？对啊，我的吗？是啊，都在那个边边上。这是你的。上面看。